在星洲之夜呢，你能够看到我们几位演员呢穿着美丽的旗袍搔首弄姿在台上呢表演让人醉心的歌舞，还有你能够看到我们这群歌女呢在背后舞台背后是怎么你争我夺，怎么尔虞我诈来保持地位。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看到另外就是那些比较平民的一些景面。你要看这些的话，就一定要看《星洲之夜》。